今天在淘宝买的这个 OBD2 机械用的，安录着这个 Auto Fix 这个软件，是用蓝牙连接那个宝马的专用宝马汽车的，很方便。是蓝牙连接你的电话就是一个电脑，比电脑还强，所以这个只是 OBD。接口，所以电话就是比电脑强，所以什么也是电脑。现在电话很先进，就是这个 Auto Fix，可以看到啊，Auto Fix 这个买了这个3910专用宝马蓝牙那个汽车诊断工具。开上啊，还有说明书。教你怎么用，叫二维码的下载那个软件 APP。这个就是 AutoFix 3910，是淘宝买的，是240多。240多也很好用，专用宝马的。之前我有那个大众的途观，之前我有，但是现在买的这个宝马呢，就用这个诊断一下有什么错误码，也可以故障码，也可以消除，之后有问题的消除之后再。开到汽车维修就不用那个安全模式，那个 limo 震荡那些，可以取码之后在 CS 店里边插了之后就红绿灯，就连蓝牙就是绿灯 就诊断一下，有错误码你可以取消之后。到那个汽车像修车店那边维修，你可以看到诊断话有两个，就是那个一个就是电子气门控制系统偏振幅调校达到下级上位置，所以这个问题没有，但是没有 engine light。你可以一看到佢可以一 click 啦，落去就一 click 下去就可以到 Google 或者是百度看有什么问题。但是这个故障码呢，就 OBD2 才能检查到两个故障码，汽车的标板没有显示，这引擎的灯也没有这，所以就没有问题，就是。没有太大问题，那另一个是空调选择要这类型，对对短路，可能是有些电机的问题，短路的问题，可能之前有些烧车还没消除那个错误啊，现在我消除之后看看有没有再重复出现，如果没有重复出现就可以了。或者不太重要的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引擎那边没有着灯，就不理它了。就是可能有一些电子气门，就是那些震荡，那些小小的震荡不稳定，但是可以接受到。我也不太感受到很震荡、很有问题的那个车子，所以不用太理会。啊，这个很好啊，很多功能啊，这诊断啊、判断啊，很多 CBS 复位、机器门那些复位啊，也很多功能，有些功能不能用啊，可能没一个
型号不同，所以不能用。有一些型号有这些功能，有这些传感器，有些车没有，所以不一定所有都有。这个汽车不支援，你可以看到不支持这个选抗，这个选项不支援。可以查电机系统啊，什么发动机系统等等。可以电机调教那个节气门。但是有些问题是不能调教，可能就是错误码那些。有一些问题需要清除一些，就可以清除所有电池的问题，也可以。EC 那边宝马，或者是 F20 可以选择，有很多系统啊，怎么检测它的温度啊？那些状态啊，什么也可以检测，很方便啊。有这个 OBD2 是蓝牙的，无线的，不用线，很方便，蓝牙就可以了。这电话就是像一部电脑一般，那 CPU 的操作系统很齐全的。那个蓝牙比你买一些。有一些就是有一条线连一台手提的诊断机，但是这个黑白色的，有些黑白色的不是彩色，且那个电脑不比那个手提电话快，手提电话齐全，因为手提电话就是电脑那个很简单的。诊断机啊，黑白色的诊断电脑不太齐全，又不能升级那些软件 APP 啊。这个 AutoFix 我可以升级那个软件，所以多么方便，多么齐全，所以这个是比这些那些小黑白色的诊断机那个电脑好多。什么功能也有啊？你可以看，那些水温啊、温度啊，什么也有。转速，可以看到，传感器那些。数据，你可以看到那些数据。之后我清了那些故障码，没有了，那两个故障码了。电机器门和空调那两个故障码没有了。希望之后测试。不重复出现就可以了。